那今天来到游戏中的取景地十四寺，你感受怎么样？很壮观，就是没有来过这么幽深的古寺，就第一次来到这种就是年代非常久远的那种古寺，就是第一次见，然后很多大树，就真的很壮观。而且四妹其实已经很早就开始火出圈了，就很喜欢这个角色。以前玩的游戏呢，所有的景色都是国外的，这个没有，是沉浸感很差。现在这个是我们，他经过了3D 扫描，把这个实景扫到了，做到了游戏里。再通过这个游戏呢，我了解了这个有这个实景地，然后再来到了这个实景地，对这个整个沉浸感啊和这种文化的学习啊和感知啊，都是有一个很深的一种体会吧。